主料，土豆350克，辅料，盐，油咖喱一条羹，糖，鸡精，油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准备好土豆，土豆刨皮，洗净，切块，锅热油，放入土豆，盐，煸炒几下，放入适量水，一条羹油咖喱，糖，翻炒均匀，大火烧开煮5分钟，烧至熟，放入鸡精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新鲜的小土豆一烧就熟，也可以直接红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